我们今天到你这儿来，就是来查案的。那个赵公子你认识吧？认识。他涉及到一起故意伤害案，我们都知道，他经常到你这儿来。你要是见了他，你就通知他来配合我们调查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 不过赵公子什么时候来，这个不好说。有可能十天半个月，要不就是半年。你们得慢慢等。没事儿，那我们就经常来嘛，三天来一趟，五天来一趟，一会儿好好等着啊。你去忙吧。 我们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查到了持有者的名字叫赵世杰，晋州人，很可能就是这神秘的赵公子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干？首先保护报案人，以免受到威胁或恐吓。接下来呢，按照魏国平的办案思路，这个案子啊，现在在你手里，你就是主心骨。之前谁的思路这都不重要，现在就是以你的思路，这是最重要的思路，明白？明白。 我的思路是，申妈这个赵世杰，因为他的行动轨迹跟李雪梅与爱琴都有交集。据徐丽说，他本人有虐待女性的癖好，而且聂宝华为了讨好他，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包括那辆改装车可能跟他也有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查这辆改装车是否挟持过其他的女性，如果有，我会把这些女性全部找到来指认赵世杰。漂亮，宋哲，哎，干得漂亮。 我就说嘛，你和国平啊，这能力是不相上下的。只是呢，你这平时啊，小杂念比他多了点儿，这不是干的比他还好呢。没有没有，你活该。嗯，啊，顾局，嗯，老魏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怎么看？有人要害他。 您是说老魏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啊？进来。赵公子来咱们这儿了。嗯。明白，我们去会会他。 哎，谁让你坐这儿的？这儿不能抽烟啊！过来。秦大同志，没点啊！过来。听说你们在找我啊？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，姓名？赵世杰，世界和平的世。 接触青年的姐，年龄，三十二，性别，男，他先回了趟家，然后去了美高美，一直到1点钟左右，他才带着两位小姐去了金帆。等到了早上6点，我看他的车还是停在金帆门口，就赶紧过来跟您汇报了。
挺好，再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。这部电话你先拿着，有事及时跟我联系。谢谢聂主任。以后尽量还是少来这里，避免和他碰面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去吧。你是公安局那个吧？哎，体检报告怎么没交回来呀？哎，上次是有个案子，临时就把我给叫走了。别胡了，我看你上次就不是来做检查的，体检时间还来查案。哎，咱谁也别说谁，如果马路上躺倒一个患者，你们就算下班是不是也得治病？真服你们这些警察了，说吧，今天是来检查来查案？查案。我让您帮我查一下，你们这个医院上个月18号晚上有没有收治过外伤病例？啊，一看就是那种打架斗殴造成的。这可不归我管。哎，记者啊，你帮我查一下上个月18号的外伤病例。啊，谢谢啊。你还真在这儿啊？大周末的，你不用休息啊？你不也没休息吗？我这不是特意来找你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一朋友送我两张，你看，这是钢琴演奏会的票。我这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懂，所以就来找你嘛。两张啊？嗯。谢谢啊，要找人一起去看。哎，不是，就我朋友送我的两张。你不是给我了吗？不是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送你。也行，走吧。你什么朋友啊？懂音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懂音乐，有时候我也听，但是，哎，在这儿干什么？不是朋友，魏国平。他还不如我呢，他平时连个电影他都不看。不是想让他放松放，师哥。嗯，哎，那个手机袋怎么样？哦，我寄给上海一个朋友了，他说要过两天。好，哎，找我。宋处给了两张钢琴票，跟他去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不是，他不感兴趣，咱俩去看吧。我也不感兴趣啊。你不是想让你放松放松吗？哎，行了，去吧，听听音乐，舒缓舒缓心情，省得一天总绷个脸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干嘛去啊？我看我妹妹去。我跟你一起，我好久没见她了。不是，那音乐会不听了是吧？哎，让小霞去听吧，她不是最喜欢文艺了吗？正好她还有车。哎，你看啊，你、我妹，她只有两张票。追！二叔，别往北边跑了。站住！站住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动！我跟你放！停！哎，好，放开我！韩叔，岁月不饶人呐。姓名？杨二五。年龄？25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不知道。放明白点。没事儿会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自己好好想想，有什么最好主动说出来。别以为可以蒙混过关，啊！没事，这种外码在当地也没亲戚没朋友，没啥顾虑，很快就脱了。你那事儿还没想起来呢，他，顾局和政委找你。
政委，顾经理都来了啊。魏国平，今天由纪委的同志向你宣布前一段时间的调查结果。宁江市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，魏国平同志与黑恶势力勾结并滥用职权，威胁恐吓群众等问题，经宁江市公安局纪委的调查，查无实据，报市局党委同意，即日起解除对魏国平同志的一切调查，恢复职务。政委，晚上有时间吧？有啊。好，咱们这儿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在内了。今天晚上老地方，给国平庆祝庆祝。嗯，老魏，我晚上去不了，我得带四队出任务。好，你们出任务啊。那这样，我们这些人到我家，让我女儿啊，好好给大家炒几个菜。那个，哎，超，我带队去就行。啊，行行行。政委，顾局，我还是去吧。毕竟我是副处，我要是列席的话，显得更郑重。别，工作为主嘛，你啊不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他要，我们还给挤一下了，这还搞的。行，挤一挤吧。哥，二虎被抓了。我知道了。不知道是哪儿漏的风，是不是跟咱们的事有关？现在也说不清楚。不管跟咱们的事儿有没有关，三火，哎，你得尽快离开宁江。哥总说什么呢？我走了，你身边没人了。只要查不到你，就查不到我。你留下，对我来说反而是个累。走。哥，你一句话，我死都回来。另外呢，我和吴政委呢也商量过了，最近一段时间呢，就让他在办公室，暂时不让他出去。他说不同意呢？他不同意，这是命令，他不同意行吗？哎，凯言，现在你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让你找同行了吧？爸，这是办公室，不是办私事，你跟我聊这些干嘛？在哪儿你也是我女儿啊。我希望啊，你对魏国平的关心也是出于公事，这样爸爸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你说这案子怎么每次一有点进展就会受到额外的阻力，感觉背后总有人盯着我们。办案是办案，不要有什么压力。嗯，不管到什么时候啊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，懂吗？明白。你不是一直担心那些工人往后没有工作吗？现在这个项目扩大了10倍，所以呢，不光是要开发房地产，之后还有商业的配套。只要这个商业中心一起来，你还愁那些工人没有就业机会吗？项目涨了10倍。那成本呢？成本当然也要涨了。老聂，我知道你这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所以啊，只要你把你的股份分出来一点，这钱不是哗哗进来了吗？听明白了，你是想稀释我的份额？要赚大钱，
就得企业化，这不是说换个公司的名字啊，改个招牌就可以了的。你不拿出点份额出来，这些金主怎么可能真金白银把这个钱砸进来呢？这上面写的很明白，电梯厂的发展方向按你说的来，我还要向你转让我的份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是要抢你这公司吗？老聂，你把你的份额给我，不是我一个人拿的，我得拆分给那些金主的。你可以让那些金主直接找我来谈。人家找你有什么用啊，老聂？这些金主大多都不是宁江的人，而且他们根本不了解你。说白了，老聂，在这些正经商人的眼里，你的背景是不干净的。他们只相信我，他们只相信我这张脸，你懂吗？别这么看着我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儿，你的就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，就分出点甜头来，对吧？让别人入局不好吗？到最后不还是咱们俩说算吗？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？老聂，那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件事儿：电机厂这土地要改变使用性质，是需要批文的。没有这张批文，电机厂的地儿就是烂地一块。你少唬我，我可以按照我最初的想法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你要是不喜欢，就别干，就退出。是吗？你都把电机厂那帮人得罪成什么样了？